哇，边裁的点菜，可是能吃。姜葱、加饭酒去腥，脱水捞出，放入锅里，加姜片、葱段、小美椒，一袋大棒骨酱汁，半瓶小姨子昨晚喝剩的啤酒，再倒入适量姜蒜、猪好水的排骨、安全蛋、一包红烧料，技能出锅了，学会了孩子第一个夸你是大厨。 很多人吃火龙果把皮扔了，它含有珍贵花青素、果肉，倒入时还很高。早晚这样喝，再好的化妆品都比不过它。四，你也是街上最靓的妞，自己不会搭配杂粮粥，喝了暖心又暖胃。我呀，有面，哎呀，俺也馋了。喜欢吃哪个菜不？点还好吃的麻婆豆腐，水开下嫩豆腐。